成功的艺人在目前就是幕后有一个团队在幕后默默的工作，为了成功的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认可，给他更多的肯定，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这些幕后的无名英雄。谢谢。我想音乐跟电影他们是很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也蛮荣幸今天可以参加这个盛会。当你在电影院里面看到成片的时候，已经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心血，所以对我来说是相当神秘的一个操作的过程。其实我也挺感谢今天这个活动的，能够向我们这些幕后英雄们表示一下感谢呗。我们演员也只是一个量变的过程，量变所有的都对了之后，才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所以非常感谢幕后的这些合作者。真正说起来，我觉得每一个幕后的工作者都有资格去拿这个奖。非常好，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对所有幕后的兄弟都非常有支持的感觉。每一个演员对自己的角色或多或少的在表演过程中体现了自我的表达。That's why 10 years ago we created in Hollywood the Hamilton Behind the Camera Award. And then we saw how creative the Chinese cinema was, how Asia was moving forward, and probably the only cinema capable to pass emotion in such a strong way. And that's why we decided to also create, in a partnership with Elle Men, the Hamilton Behind the Camera Award China.汉密尔顿，感谢 Elle Men 能设立这个奖，我们会更加热爱我们的行业，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电影梦继续坚持下去。感谢汉密尔顿 Elle Men 关注中国电影的幕后力量，然后感谢我和我一起合作的伙伴们，谢谢大家。真的很开心，很荣幸我的配乐能够受到肯定，那也希望我能够继续有好的作品。更多的感受是我的一个工作团队，我的灯光组和摄影组的每一位伙伴为我的这个工作做出的更加实际的努力，谢谢他们。
觉得我如果有些什么成就，主要都是我自己的幕后英雄给我的，感谢他们，谢谢。